洪金宝长儿媳妇周家蔚虽然已经怀孕5个月，但是依旧经常顶着肚子出席捞金活动。她在中秋节当天出席商场活动，不用上班的老公洪天明就充当跟班兼特约摄影师，拍下周家蔚在台上的一举一动。更难得的是，两人还一起穿着最爱的豹纹情侣装现身，真的是相当模范的胎教和产前亲子活动。其实，对啊，他常常要跟我情侣装，因为平常都是我先穿，然后今天我就是看到他也穿的跟我一模一样，我都笑了。但是我没有出声，但是都好 sweet 的，老公就是有这一些的幽默感吧。虽然怀孕已经5个月，不过周家蔚坚称脾气没有改变，但洪天明就认为老婆脾气转差。为了哄好老婆，洪天明现在每逢在周家蔚的身边，都经常带着相机拍下老婆怀孕的每一刻。而在中秋节晚上，洪天明更一早为老婆准备了游船烧烤赏月。其实他要求我拍，他也会 check 我有没有拍。他在内地拍完戏回来的时候，他会看我里面有什么内容，拍了什么，然后我都会拍他，反而拍他，因为我觉得有我的片段应该也有他吧。但是他也不会太讲什么话，他连跟我儿子讲话都是常常都是，我说你跟 TJ 讲话了，他说 TJ 叫你妈妈不要发脾气，就是这几岁句啊。TJ 睡觉了，不要踢妈妈，就是这几句。我说还有没有啊？你还有没有东西跟他说？他说没有了。搜狐视频娱乐播报，香港报道。